那个靠着门的烧烤师傅是他吗？他一直背对着我。哦，他刚刚一送东西来说，小慧姐走了。<笑>我就知道，<笑>我就知道，<笑>你们是真没发现，是假没发现？我就知道，我上面是十八万，<笑>你们没有发现我吗？<笑> 你们在演吧，怎么可能没发现？真的，我们演都演不了那么真，我跟你讲。我每次都很害怕，我进来，我怕我以你们这么好的交情，怎么肯定一两次就认识我，我跟他们也这么说。哎呀，欢迎哥哥舅舅，一下第二次就认识我了，结果十二次。<笑> 老板你好，向你拜师可以吗？可以，因为我等一下我今天是有任务的。啊，天哪，我好怕他们等下认出我来。那个，您拿着纸巾。冰块有吗？冰块来点啊。老板，把这两瓶水拿走。这是提包，我当服务员。欢哥，我跟你说，我这真的有点生气，我跟你说，我有点认不出我了。我错了。咱们交情那么好，那我们五个人就是到齐了，大家给这个团队取个名字呗。因为这是十万八千里，就叫十万兄弟团嘛。十万兄弟是吧？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哎，这个好，这个机会是好。来拿一下乌苏美食地图，这个有点高级呀。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乌苏的瓶盖抛起来落地，落到哪个城市，我们第一站就先去哪里。 哇哦！浙江奉化，哇哦！可以，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奉化，十万八千里，硬核凭实力，干杯！耶！来，哇哦！早呀！呀！ 怎么样，客人要去哪里？哎，去什么？地图。我们要赶在日出前去感受第一滴汗水跟第一口沁甜。早！Hello，早上好。Hello，早上好。Hello，早上好。来了，来了，小五来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所以，我们现在去第一个点，是不是？ 一定要是要赶日出前嘛？日出前的第一滴汗水和第一口沁甜。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摘点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要摘什么东西的话，凤凰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摘。什么呢？水蜜桃呀。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早呢？我不知道呀。哎，我想问一下，他说那个线索是从咱们开始到结束啊，是在某一趴？就是进去这个场景以后，每一个点都有。 导演组呢会在我们接下来寻找美食的过程中的这些场景里面埋藏破绽，那你每找到一个就算一个积分。一期节目里面积分最高的人就会获得奖励，最后一名的话，那么你下一期接受一个惩罚。什么程度的惩罚？每一期不一样。我觉得他现在公布完规则之后，就是接下来我们从明天开始录所有节目的过程当中都会变成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在车里面算不算进去了场景？应该已经开始了，对不对？你可以质疑一切，他不应该穿那样。太热，不合理。对。要喊得更慢点。啊？不好意思，我搞错频道了。啊？我跟你讲，导演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真的吗？全是有效信息。 蜜桃啊，真的水蜜桃园，酒香水蜜桃园，哇，你视力很好哎，这样子，酒，这哪是香啊？上面一个桥，下面一个山，这叫傲，是吗？管他对不对，一大早就显得我们真的好像没有什么文化的感觉。好了，到了是不是？